重组这些。定帧动画，定帧动画就是，你拍了一个视频，突然间他给你定帧一下，搞个小动画的那样的意思啊。另外我说一下这个补帧，补帧的这个功能呢，应该是外面的话应该没有这个软件吧，我好像没见过外面有这个功能的啊。这个补帧大家，我觉得可以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家一定要清楚为什么是帧，什么是帧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帧率调帧、帧率设置、抽帧这些，其实外面很多抽帧这些，你看得到这些参数，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简单讲一下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它这个是30帧，就是说你一秒当中是30个照片，能理解吗？一秒钟30个照片。那么如果说我们设置补帧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是一秒当中30帧的，那我们加多一帧，就是一秒钟变成31帧，而且的话加了一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图片，这样子的话非常大非常大的能够弥补我们这个伪原创的。因为有些视频平台它会随机抽帧的，它等一下一抽，抽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视频，属于我们自己的照片，所有的东西都会变，能理解吗？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抽帧，因为刚好讲到这个帧数，我就直接在这里也讲一下啊。这个帧率调节呢，就是比如说一秒的话是你是要24帧呢，还是要30帧呢，或者说100帧呢，这个可以自己去调，自己去加。那么抽帧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30秒的话抽一帧，那么就是30秒的话抽一帧，那就等于说29张照片，是这个意思。像这种的话就是说随机的，每25或者到30秒30帧的时候随机抽一帧，能理解吗？然后其他的这些，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讲下去会时间会非常的长，然后这些你们还是具体的详细的问我，但是呢你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些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音频提取、静音移除、无损转换、视频倒放、进度条，包括这个视频拼接、图转，这些视频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但我今天就不讲这个吧，我讲一下这边的，我们看得见的这边，因为这边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边的话只要你用的这边的，如果说你用的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用不上这边啊，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边。这边的第一个呢，去水印，去水印的话这里有很多啊，包括自定义啊，包括这些，这些是大平台的。那么呢像这些参数的话，这里很多平台啊，自己随机去弄，也可以自己去定义啊，也可以自己去定义，比如说高多少啊，宽多少啊，比如说这里啊，50啊，我这些不填啊，我直接预览。女生戴上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偏大，不太合适哈。哦，男生戴上刚刚这里没看到啊，那个再给大家一些这一款预览一下。长相的话，男生戴上是比较合适。看到没有？预览是在这里面。如果说这里有水印的话，它会在这里面消除。当然，这个大小的话自己可以去调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调到520。然后我再来预览一下，看到没有？是不是？如果说这里有的话，它会直接在这个区域，直接会在这个区域隐藏一下。但是这个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少用啊，我这里就忽略一下，我这里是不去水印。那个画面调整，这里面的话，亮度、对比度，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就不过多的详解啊。然后呢，这个是三公平、两公平，这是一条，我们调的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不知道效果是什么样的，直接预览一下，我们直接点一下预览。女生戴上的话，能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两公平。不太合适哈，男生戴上的话也是。如果说我们再打一个三公平、四公平，好，我们再来预览一下。女生戴上的话，能看到吗？有一点点就是偏大，不太。这些东西调呢一定要适合自己啊，要适合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分辨率，这个呢720×1280，这个呢就是竖版的意思啊，如果说你这样转一下，这个就是横版的意思。这些东西你调的话你直接预览一下，我建议大家可以不用去调啊。如果说一定要去调，我建议是原比例，因为有些时候你用的拉伸啊这些，它的那个图片啊相比来说没那么好看。背影这些
你直接你想用背景这些，你想用你直接打了勾，直接点预览，你觉得合适，你觉得好看，那么你就去做。然后我比较着重讲一下这个翻转，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转的话，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翻转的意思，我直接演示一下你就知道了，左转90度，直接预览。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它直接左转过来了。然后呢，右转90度也是刚刚字面上的意思哦，水平翻转、垂直翻转。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些，用了这些的话，感觉这个视频肯定是怪怪的哦，差距非常大。我一般选择是随机，比如说负一点几度啊，或者到几点几度啊，然后我们直接预览。看到没有？像这样子的话，稍微改变一点点这个角度的话，对这个视频的影响不是非常大，但是它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改变了这个视频的一些原本的参数啊。帧数调节、抽帧，这个就是刚刚所讲了的啊，我就不过多复述了啊。动态输放，这个你一定要看平台来用啊，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放了一个，可能在某一帧的时候突然间停一下，然后这个动态输放有些像那个卡通一样的啊。我个人建议，最好不要去用这个，因为有些平台会看你以为你这个视频发的有点卡顿。他会说你会剪辑视频异常，自己看需要去调。码率调节也是字面上的意思，直接弄了自己看一下，那么就是 OK 的。加水印，我这里刚好也加了一个，我直接再看一下啊。比如说我加到这里面，打开，然后我们直接预览一下。女生戴上的话，看到没有？一点点就是偏大，不太。目前这个消肿的效果也是相当 OK 的哦。这里面的我们大小、位置都可以去调。那么为什么它消肿效果还好？因为我们之前测过，如果说你不加这个水印的话，其实有些平台它会随机抽帧。当我们加了这个水印的时候，其实这个视频算属于我们自己的视频了，因为这里面有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它与原本的视频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大家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调这些方向啊、大小。你说像刚刚我设的这么大个，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个视频的画质，所以的话是不建议用的。但是呢，好些小伙伴看到有些视频，哎，他这个怎么突然间这个水印这么大个，这么大的一排字，比如说啊，青少年要注意那个适当的用手机啊等等，特别是某音这个平台，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做的，就加了这么个字，青少年要注意，少玩电脑、少玩手机这些的，他们就是用了这个功能，而且用了这个功能是怎么设置的？还设置了时间，就是大小延迟这些，比如说在多少秒、多少秒。多少秒多少秒持续多少秒，这个功能是相当好用的，大家可以认真的去研究一下。但是我用的话，我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喜欢用那么大哦。如果是那种好物推荐，我就搞一个小小的，就在这鼠标这里面啊，或者这里面一个小小的，然后让它可以随时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子。但是有些想消肿好的就可以搞它大一点，但是搞大的，比如说这个视频搞到这个视频一半，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与这个视频搭配哦，比如说这个黄金的啊，这个美女，那么我们可以搭一个说好物，这个非常的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哎呀，这个非常的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非常便宜的，欢迎购买，就是以这个视频能够匹配的，能够对应得上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添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剪辑啊，裁剪。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自己去理解，大小自己去选。这个呢，主要是好些小伙伴他那个不太会用这个去水印，或者是说这里去的水印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就要动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比如说我只要这个视频的中间的那么一丢丢，我直接预览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只要这中间的这么一丢丢，然后就把这个参数调大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一般是用不上这个哦。然后画中画这个功能也是，我觉得去虫的话，画中画和水印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两个吧。第一个视频模式，视频模式的意思就是说用它原本的这个视频去做它的画中画，
我们预览一下吧。看到没有，它这里面是一层一层的，那么就是它原本的，这就是它原本的一些背景。如果说你要虚化这些，你自己点打一下勾就行了。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试一下，比如说打到50，我们再来预览一下。看到没有，打到50的话，它这个宽度就非常大了。然后我们也看得到，它这个就是它原来的视频，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喜欢原来的视频，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己的模式啊，自己找个照片，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些文案，一些这个库资料啊，文件夹，知道不？可以自己去设置。设置完之后呢，这些大小啊、居中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弄，希望你们能理解。那么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会告诉，再重复一下，画中画和加水印，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定会去用。那么去头尾，这个就字面上的意思，我就不过多描述了。加头尾，一样的意思啊，边框这些，变数着重讲一下变数吧。变数的话，这个就是随机的，比如说 0.95 就是这个是会慢啊， 1.05 这个是快，那么你这样调了之后，它是随机快慢。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非常厉害的哦，分段变数。分段变数也是字面上的意思，比如说我每7秒乘一段，那么就一个视频可能是14秒，那可能它变成两段，然后也可能你的视频是15秒，那它变成两段或者三段，后面的它是随机的。那么每一段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中的 0.95 到 1.05 倍，在这备份当中啊。然后还有一个呢，视频片段重组，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平台来操作，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视频是1234567，那么你点了这个勾之后呢，可能是176324等等，它是随机打乱的。如果说有些平台特别的严格，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勾不要打上。但是这个呢，打了勾的话，去重，对于去重又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变调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好，这个文本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欢迎闯闯，然后你可以设置大小，可以设置大小，就是这个视频上面或者视频下面或者视频中间，这个都可以去设置几个。这个我就比较不喜欢用啊，当然你们喜欢你可以弄，比如说欢迎来到闯闯购物平台，好物分享，能理解吗？那么背景音，对，字面上的意思，你要是觉得别人的那个音乐没那么好听，或者说别人那个说话太单调了，你想加入自己喜欢的音乐，那你打个勾，输入自己的这个文件夹，这个音量自己去调一下，包括延迟这些，那么就是好的 OK 的。然后这一个软件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非常简单。第一个呢，就是加载文件，就是刚刚所说的。另外一个呢，这些参数当我们设好之后呢，它走一遍，这些它都能够记住，都能够记住你的参数。然后呢，我们下次操作的话，直接在这里面，比如说输入文件夹，比如说输出文件夹，比如说这里点了，直接开始处理，看到没有？它就开始处理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设置的话，这里面自己看吧，就是这个意思。包括这个一下子处理多少个，10个、9个、8个一起处理，硬件加速，或者说软件处理完之后是不是自动关机啊等等，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好，我是闯闯，这一期的话稍微啰嗦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下一期的话，我给大家再讲解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软件，但是那个软件对我们的这个消虫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因为那一个软件的话，当然是那个贴纸啊、特效啊那些都和某个牌子的很相似。好，我是厂长，下期我们继续分享伪原创视频剪辑教程第二期接着讲。那么上期的话，我们讲了一款非常主流的一个剪辑软件，那么今天来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一点，但是给我们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小小的软件。那么呢，我直接加载一个视频先，这个视频还是用上期用的这些视频吧。我们看到是非常高清的啊，我们直接来加载进来，常规加载，在文件夹第二，好，这里有三个视频啊，然后我直接先处理吧，边处理边给大家讲解。我这里又处理到文件夹3，这是空的文件夹，
我们直接开始处理。好，开始处理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些啊。第一个呢，这个是字幕，字幕的话大家可以看得见，这个是我比较少用的，如果说你们有需要你们直接添加就好了，都可以自己去调。然后呢，这个再看一下这个画面的比例，9:16，这里也可以选择16:9、3:4都可以，看自己需求。这个画面模式，这个我是推荐剪辑的，因为如果你用拉伸的话或者填充，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视频质量会差很多很多。边缘裁剪，字面上的意思啊。这个改帧频，就是一秒当中多少个照片的，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分辨率1080、1920，自己选择。我一般是用720、1180的啊。这个随机画布，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它的消肿效果真的是相当 OK， 相当 OK。那么这一个呢，它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画布啊，它等一下会随机的去用。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参数啊，这些画布不好看，挺丑的，那你直接把它删掉，自己去网上下载了，下载直接装进来这里就好了。那么呢，这里工作模式说一下啊，其实这里面看到没有，处理加截取封面，截取封面其实这里面啊，看到没有，我的鼠标这封面有，这里面自己可以去调，但我个人是不用这个的哦。如果说你们没有我写的那套截取封面的那个软件，自动生成封面的，你们可以用这个直接处理也行。处理完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哦，它可以截取多张，然后大小可以自己去调，调之后呢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或者认为最好看的直接用就行了。因为我是没怎么用，我就不给大家详解了，你们直接用这个一测就行了。因为所有的这些视频剪辑你只要弄好之后都可以预览这个效果的。另外我要说一下的是啊，这个质量等级，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画布的大小的意思，画布大小的意思。今天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出来的成品，大家就能够理解了。时长字面上的意思不过多的详解啊，自己要调就调，想加速想要去片头片尾自己去调。然后呢，这个是音频，视频原声、消除原声、替换原声，这可以自己去选择。有些小伙伴想把这个视频做得非常好，想更加深度的原创，就喜欢把这个消除原声然后替换成自己重新配音的。然后呢是这个视频的滤镜，视频滤镜我上期讲过，这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能尽可能去调。如果不会调那怎么办，那你就加一或者减一，比如这里10，那我就9，行不行啊？那我这里饱和度10，我这里到11，行不行呢？我们调的东西越多，对我们改变参数的帮助是越大的。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视频的质量更好。如果说你调了这个参数之后，视频你自己导出来你就觉得哇，好像见不得人的样子，那这个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弄。如果说处理不好，那直接把这个勾取消掉就 OK 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动态贴图，动态贴图看一下啊，这里是有那个位置，左上角右上角，包括这个是位置是在哪个位置啊，是否间隔，是否贯穿，然后动态蒙尘、特效、封面、特效、蒙尘、贴纸、贴图，包括这个随机画布，其实我觉得是这个软件的精华。那么现在视频已经剪辑出来了，给大家讲一下，用视频来讲解可能大家更加的深刻。像女生戴上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我这个呢、就是、是打的比较深的比较大的这个参数、哦、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可以看得见这个像硫化雨、像这个流星雨、像这个鲜花、那个烟花一样的瀑布一样的，看到没有？那个是这个特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贯穿循环是6到9秒。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真正实操的时候，不要去搞那么花花的，不要调那么大，调到50、30就可以了，能理解吗？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这个左上角这里一个点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贴图贴纸的意思，这个大小自己去调，包括左右方向这些都可以去调。这个呢
可以把这个透明度 打高一点，比如说像这个达到1000，这个是没什么影响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动态蒙尘，动态蒙尘这个我就不太方便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你的手机一样，你加一个这个保护膜光化层的，我们远远的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但它就确实存在，那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看见这个原视频是不是非常的高清，但是这个是不是相比来说是模糊了一点，其实就加了这个动态蒙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一些这一款的长度的话，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个特效特别明显。那么我们再来换一个这个视频看一下，我们以这个来看吧，看到没有，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小恐龙，然后呢这个特效了，它就变成了这个这个像什么小花朵，是不是，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随机的，不管是贴纸蒙尘特效包括这个画布，所以的话同一个视频你再次剪辑出来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视频，参数极大的改变了。另外我要着重说一下是，如果小伙伴不太喜欢这种边边框框的，就是这个边边框框的，大家直接在这里面把这个随机画布关掉不选择便可以了。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参数搞大一点，就是这个边距再加大一点，那也行，直接在这里面调到10，调到20多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我告诉一些小伙伴，我说当你过不去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再过多一遍这个剪辑软件的呢，但是再过多一遍这个剪辑软件要注意什么，我们再过多一遍图的就是加多一层特效，加多一层蒙版，再加多一个贴纸。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这个你不想太大，那么我们这个是5，那么下一个我们就调到6或者调到1行不行，如果说你觉得还是不好，这样挺可以了 OK 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第二次过滤的时候直接把这个画布关掉就可以了。我要说一下的是这个动态贴图，因为我们是在比如说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在左上角，那么我们可以移到右下角左下边可以吧，相当可以对吧。然后呢蒙尘这些我就建议大家就不要调那么高的参数了，稍稍适当一下就 OK 了，包括特效。然后呢具体的这些东西我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只是希望你能理解这些东西，具体的参数怎么调，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思维去把它做好。工具在这里面怎么样去使用就是自己的，当你结合使用生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剪辑的方式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成功的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剪辑参数，所以自己不要急，慢慢的去调，调到适合自己的就好。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教一下这个如何开动渠道最快点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啊。点一下这个创作，这里面的创作，然后可以看得见这里面有一个拍摄视频，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的拍摄视频，允许这里的话记得说一下，要超过15秒，等一下的话标题超过8个字，比如说拿这个笔来做一个示例啊，直接拍一个视频。在拍视频之前呢，我们先要找到这个商品，找这个商品非常简单，我们有一个方法就直接在这里面手机上直接拍一个照片，我们直接在这手机上的这个京东 APP 啊，在这个手机的京东 APP 点开首页，这里看到没有一个摄像头，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拍下来，也可以直接扫一扫啊，我们直接这样子拍一下，看到没有，访问相机，比如说这样子，看到没有，直接拍一下，看到没有，它会自动识别出来。当我们找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直接右键可以直接加到购物车，随便点一下确定 OK， 已经加到了购物车，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再打开这个京东内容助手，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直接这样子拍啊，一定要超过15秒，我们试一下。至于怎么说呢，随便你怎么说，不要说那些绝对的词语就可以，不要说什么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直接实测。这个茶笔呢非常的简单时尚大方，非常的好用，看到没有，是不是？而且上手了快一年多了，还是完好无损，用的多的话你给它起的包浆非常的漂亮好看，看到没有，超过15秒，超过15秒，然后就完成，点一下完成。这个茶笔呢非常，然后我们再自己点一下确定。这里记得啊，就刚刚所说的超过八个字啊，简单时尚的茶笔，简单时尚美观的茶笔都可以，一定要超过八个字啊，美观的茶笔。我们看到已经把标题写好了，然后我们这里选择主题标签，这里面啊自己相对应的，比如说茶笔一般都是居家，你发的什么东西一定要对应啊。我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然后确定，然后呢这个题材标签呢这里很多可以选择的，比如施工报告啊，线下探店啊，板帮排行，种草分享都是可以的，确定。然后呢其他标签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这个关联商品这个一定要去选择啊，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会没有佣金的。我们点一下关联的商品呢，直接点击一下这个购物车，看到没有，这里面有，直接点一下，然后确定添加。然后呢这里如果说你要投稿到活动你可以去选择，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选啊，确定，然后点发布就好了。只要我们发布三个这样的视频，这三个视频怎么来了，你刚刚在这里面发了一个视频，你可以换个角度拍，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发过三个视频，基本上今天发的话明天下午应该就可以开通了，它就会通过这个审核，然后你就直接发就可以了。只要开通了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发的就是变成公寓，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视频，通过我们视频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佣金。好，就这样，就分享到这里。 OK， 好了，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教一下这个如何开通渠道最快点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啊。点一下这个创作，这里面一个创作，然后可以看得见这里面有一个拍摄视频，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的拍摄视频，允许允许允许，这里的话记得说一下啊，要超过15秒，等一下的话标题超过八个字，比如说拿这个笔来做一个示例啊，直接拍一个视频。在拍视频之前呢，我们先要找到这个商品，先找到这个商品，找这个商品非常简单，我们有一个方法就直接在这里面手机上直接拍一个照片，我们直接在这里手机上的这个京东 APP 啊，在这个手机的京东 APP 点开首页，这里看到没有一个摄像头，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拍下来，也可以直接扫一扫啊，我们直接这样子拍一下，看到没有，访问相机，比如说这样子，看到没有，直接拍一下，看到没有，它会自动识别出来，当我们找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直接右键可以直接加到购物车，直接加到购物车，随便点一下确定 OK， 已经加到了购物车，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再打开这个京东内容助手，京东内容助手，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直接这样子拍啊，直接这样子拍，一定要超过15秒，我们试一下，自己怎么说呢，随便你怎么说，不要说那些绝对的词语就可以，不要说什么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直接实测。这个茶笔呢非常的简单时尚大方，非常的好用，看到没有，是不是？而且上手了快一年多了，还是完好无损，用的多的话你给它起的包浆非常的漂亮好看，看到没有，超过15秒，超过15秒，然后就完成，点一下完成。这个茶笔呢非常，然后我们再自己点一下确定。这里记得啊，就刚刚所说的超过八个字啊，简单时尚的茶笔，简单时尚美观的茶笔都可以，一定要超过八个字啊，美观的茶笔。我们看到已经把标题写好了，然后我们这里选择主题标签，这里面啊自己相对应的，比如说茶笔一般都是居家，你发的什么东西一定要对应啊，我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然后确定。然后呢这个题材标签呢这里很多可以选择的，比如施工报告啊，
鲜香汤一定要榜单排行，种草分享都是可以的，确定。然后其他标签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这个。关联商品这个一定要去选择啊，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会没有佣金的。我们点一下关联的商品呢，直接点击一下这个购物车，看到没有，这里面有，直接点一下，然后确定添加。然后呢，这里如果说你要投稿到活动，你可以去选择，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选啊，确定，然后点发布就好了。只要我们发布三个这样的视频，这三个视频怎么来呢？你刚刚在这里面发了这个视频，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拍，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发过三个视频，基本上今天发的话，明天下午应该就可以开通了，它就会通过这个审核，然后你就直接发就可以了。只要开通了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发的就是变成公寓，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视频，通过我们视频买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佣金。好，就这样，就分享到这里。OK。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开通这个渠道，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方便的方法。我们第一个呢，先打开，看到没有？这里一个京东内容助手啊，京东内容助手。然后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拍摄视频，然后我们点一下拍摄视频。这里面呢，超过15秒，要超过15秒啊。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里面有一个笔啊，我就直接给大家拍一下。但是拍这个笔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找到这个商品啊。找到这个商品怎么找到呢？直接在这个京东的 APP 上啊，京东的 APP 上，我们可以在这个首页上看到没？这一个照相机可以直接的识别它，比如说像这样子，看到没有？这样子直接识别它，确定，看到没有？它自己会识别出来，识别出来呢，我们可以直接加到购物车，直接加到购物车，看到没有？已经加到购物车了，这样就可以挂上去了。当然如果说你想看佣金的话，还有一个方法，看到没有，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三个点，这里面还有一个复制的，直接点一下，看到没有，这里面直接复制这个链接，点一下这个复制链接。好，然后我们在这个京东内容助手上打开，京东内容助手打开，然后直接点开这个选品，然后呢，这里上面有一个放大镜，我们点一下放大镜，然后把刚刚的那个链接捏贴在这里，看到没有，就捏贴下来了。我们搜索一下，看到没有，它这个就有佣金，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佣金比例是两个点，然后我们直接添加就好了。好，我们已经添加了这个商品，那么我们怎么发布呢？我们返回，然后我们就直接拍视频，点一下这个拍视频啊，看到没有，这里一个拍视频，我们就直接拍。拍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要超过15秒啊。好，我现在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刚刚到手一年多的我，不是这样子说的啊，这支茶笔呢到手了一年多，非常的简单时尚，而且非常的好用。我们看一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它这个你看都起了包浆了，非常美观大方。OK， 已经超过15秒了，看到没有？已经超过15秒了，然后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完成，点一下完成。刚刚到手一年，看到没有？然后点一下这个确定。然后记得这个标题呢一定要搞清楚，要超过八个字。至于这个标题怎么写呢，可以用一些比较通俗一点的语言，比如说美观时尚大方的茶笔都可以。然后呢记得不要用一些那个绝对的词语，比如说醉啊什么东西的啊。到手一年多的美观时尚大方的茶笔。好， OK， 我们已经选完之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标签啊，看到没有，这个选择题目的标签，然后呢这个一定要以这个对应啊，一定要以这个对应。我们比如说这个茶笔应该是居家的，选到对应的就好了啊。我点一下先啊，我这个大家演示一下啊，选了三个标签，然后点一下确定。然后呢这个选择题材标签，这里一定要选择的，这个随机选一个，你要是想情景短剧啊这些也好，好物种草分享也好，然后点确定。然后呢这个题材标签你要是有你就可以选择，没有的话你可以不用选择啊。然后关联商品，如果说你想用这个也行，直接点一下，这是在我的商品，这个就是刚刚复制链接的那里啊。如果说你没有复制那个的，你点购物车，因为我们刚购物车也添加了嘛，对不对？随便你选择哪一个，正常我推荐是用这一个，因为这个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得到佣金，能理解吗？然后我们点确定添加，然后直接，当然你要有投稿的选择，我们直接点一下这个确定。
我们已经弄好了，我们直接点确定发布就好了。当我们发布三个这样的视频之后，今天发了，正常的话明天下午它就能够开通渠道，开通渠道我们未来发的这些视频呢就会变成公域，公域就是有人可以看得到了。以后我们发的这些视频，那些小伙伴看见我们这个视频买了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有佣金。如果说大家说家里面的东西比较少怎么弄呢，其实像这个产品在这里面拍了可以，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拍，换一个环境拍，其实也是可以的。好，这集就到这里 OK。 这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啊，小伙伴们的问题依然是很多，但是我发现还是有挺多小伙伴加到我，就是一直问了收益这一块的，这个我一直都没有讲过。那么今天就与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一块的啊，因为好些小伙伴关注了我，找到了我，其实他们也关注了很多的博主啊。那么呢，我可能是比较务实啊，然后其他的那些博主啊，他们放出那些录几千啊，月入十几万的那些的放到上面去，然后好些小伙伴就问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啊？以我从事了这几个月的经验来看呢，我认为很大可能是真实的， P 图的可能性也有，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啥必要，因为我单单做了这几个月，其实你说月入十几万二三十万的一个月的啊，我都已经见到了，而且还见到还挺多。但是你听到这个，你先不要眼红哦，听我慢慢的说来。第一，我们从事这几个月的话，因为我面对的很多的这些小伙伴啊，当你的号有非常多的时候，总有一些号会跑出来的啊，就是我前面视频所讲的一些号，它就是天选号，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说的，你的基数够大，总有一些是有奇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机构号。像我们群里面的随随便便一个机构都是几十个上千个这个视频这个账号在下面，你说月入十几万，我觉得这个东西十几万工资都还不够发。但是这些是真实的，那么它对我们有没有参考性呢？我觉得是有，但是你不要信太多，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大的账号要么就是天选号，要么他们就是选品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 number one 啊。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群里面有一个小伙伴，他在六月份的时候一个新号跑到了四万多啊，但是这个呢非常非常难以复制，因为那时候刚好碰上618，而且那个号那一批号有40多个号，只有那一个号跑出来这么高。还有一个呢，那时候我们上传视频呢是每天是现传500个视频，但是现在是每天现传50个视频。还有一个呢，什么视频带货都是一样的，其实他早到的话啊，早做的话他总有一定的优势，那时候做与现在做相比来说，那时候的竞争肯定是没有那么激烈，对吧？所以这些高收益的这些，我个人认为你们看一看就好，你们眼光，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达到那个境界，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一定是要有时间来积累的。我目前看到的那些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那个一个号的单个的个人账号的，基本上都是去年的号，今年的号我只见了一个两个，就是今年起的号的这些东西我们只是简单的去参考一下，去想一想，去看一看，给自己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个幻想也行，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一下子你就能做得到，很难的，真的很难的。你去看一看那些比较务实的，比如说第一个月你说赚个1000多块几百块钱小几千啊，这些只与自己选品有关系的啊，只要你选品选得好，你说几千块钱这就对我们来说是不是问题的。你如果说你不太会，你没什么基础，那你想着那个几百块钱1000-2000这些就是正确的所以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一定要脚踏实地。这个行业怎么说呢，你去做了，你用时间去沉淀，你所看到的那些可能就会慢慢成为你的现实，但是你没有去做，可能你那个几百块钱几十块钱你都没有。马上就是双11也是双12，还有一个就是购物节过年了过年的年货节。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视频，如果说你决定你想从事这个行业，你想去做这个视频带货，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最好的机会。回到上一个话题，为什么一些小伙伴
它月入几千啊，都是第一个月啊。为什么有些小伙伴月入第一个月才几百块钱，而高点才一千多，这是什么原因的大的关系啊？我讲两个简单例子，我相信你就能够明白啊。因为我们的群里面啊，很多很多小伙伴的，而且群里面我是让他们自由的去交流，我其实是不过多的干涉的啊。然后有些小伙伴说，我刚开始做我怎么做呢？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就提议说，啊，那时候绿植啊，搞绿植，其实绿植很好做的，也很好出单。然后有些小伙伴哎听了，然后就去做这个绿植这一块的。对呀，绿植确实很容易出单呀，可能一个多星期啊，马上就见效啊。然后出了单也挺多的，呼。但是因为那个绿植啊，其实总的来说，像那个绿萝啊，那些滴水观音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的单价很低的。而且它佣金也不见得多高，你真真正正一个月下来的话，应该也就是几百块钱、小千块钱这样子啊。但它的出单还是可以的，能够给我们新人一点信心啊。但是群里面还有一些小伙伴，他们是比较好玩的啊。那时候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们，我说你们一定要去发那个单价高一点的，那个佣金高一点的。如果说那种出一个单就够我们吃很多很多了，有一个小伙伴听的话。但是呢他做了一个多星期啊，但是他的主业很忙，所以的话他把这个东西给落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多星期，其实那时候连那个点击量都没有，直接告诉你啊，其实心都很凉的，真的做了一个多星期，真的点击量都没有的。然后呢昨几天他在群里面说，他说诶我打开一看，他说诶怎么我的那个收益这么高呢？他打开，因为他看到当天呢，其实没有佣金啊。他看了一下那个近30天啊，有几千块钱，五千多。然后他打开一下那个近7天的，也是五千多。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出了一个那个家居啊，10万多的。我记得我上个视频是不是有讲过这个啊？他出了10万多的家居，你看我们都是刷新了高用了，都是五个点以上的，单那一个单就是五千多。知道不？他只是做了一个多星期，但是他中间是隔了很长时间，隔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他是没有发任何一个视频的，他是已经把这个东西拉下来的。那么呢，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到啊，绿萝绿植这一块的可能会持续的出单，但是它的收益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说我们发那个单价高一点的，它一旦出单的话，往往是比我们其他的品种啊。收益高得多。如果说群里面这个发这个单价高的这个小伙伴，如果说能够持续的发下这一两个月，现在马上双11，如果那时候一旦出单，我跟你说这个肯定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惊喜。那么呢，我在我群里面也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发的是那些什么香奈儿包啊，随便一个包2万多块钱，然后呢出个佣金就971块。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洗衣机，有一个是2万多块的啊，佣金也是1000多块。那么我给大家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出单，你是新人，那你就发一些单价低一点的洗碗布、抹台布、杯子，还有这个啥绿植等等，你就发这些，它可能很快就见效，一个多星期你看得到啊，这个单来。但是你真正想要赚到一点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还是那个单价高一点东西。为什么这种东西？我一直告诉群里面小伙伴，我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望着它怎么出单，你就是其实一年的话，你出那么一两个单，其实都很够了。我们的汽车啊，一年的保险这些几千块钱，你随便出一个单，你这些等于说汽车的保险、汽车的油钱这些都已经给你加上了，给你弄好了，你还嫌弃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呀，包括那个什么百达翡丽啊，那个90多万的那些手表啊，还有那个微图手机啊，那个10万一台的，基本上佣金都是6-7万。这些东西我个人建议呢，可以去做，可以去发。但是呢你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关于选品的啊，上面我举了2-3个例子，我相信在座的小伙伴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听得懂。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么就是最好的。你一定要去做，你去做了，
你要相信，什么样的好事都有可能会发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京东视频非常牛叉叉的一个玩法。那么这个玩法呢，群里面的小伙伴在618的时候赚了几十个哦。当然我自己也是小有收获。那么呢，你看到这个视频，你也先不要抱怨我说闯闯老师你怎么现在才把这个分享出来。其实我觉得现在分享出来的话，我都挺对不住群里面一些小伙伴的，因为这个呢算是我们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玩法。那么具体是怎么玩呢？那时候我们是多号的去做同一个品，因为我们没有机构，但是呢十几个号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就拿这十几个号去打，单独的去打一个品，类似于矩阵这样的玩法。那么具体是怎么玩呢？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618的时候，手机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基本上有这个苹果13吧。那么我们怎么做这个品呢？找到这个销量排行前十的，看一下它的佣金，没有佣金的我们就不要，有佣金的我们就留下。然后呢我们就全网去找这个视频啊，某音啊，某手啊，某号啊等等，基本上我们能够找得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这个视频，我们就伪原创或者是说批量的剪辑一下，然后呢在自己的账号上去发。那时候的京东账号，一个账号是可以发布100个视频，10个账号我们就可以说发布1000个视频哦，一天可以发布1000个视频。那时候618快要来了，我们就是一个账号发100个关于苹果13的这个视频，另外一个账号也是都是不同的这个视频啊，然后批量的去怼它。只要那时候上了好物评测啊，十个有九个都是我们自己的。那时候618苹果13手机成交都是几万台甚至上十几万台，只要是通过好物评测的 90%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出去的。那你自己想一下，其实那时候群里面的小伙伴真的是赚了很多很多的。当然我这里只是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玩法，这是一种热搜的一种玩法。但是呢我们不可能说一直打一个品，这样子打的话谁都会视觉疲劳，对不对？我们有玩一些比较稍微冷门一点但是它的佣金非常高的一些品。具体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是用软件选的啊，其实每时每刻的品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过多的讲述。但是你只要知道了我们这个思路，知道了我们这个逻辑，我相信你只要好好的去用这个双十一，你肯定会有收获的。上面的例子我们是讲了一个比较热搜的一个玩法，就是苹果13。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普通啊或者冷门的一些玩法，但是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佣金要高。至于这个选品怎么选呢，我可能与大家没办法过多的交流，因为呢它品每天每时每刻它都是不同的，而且我们都是用软件来筛选出这些高佣爆款的。至于更加详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算是我们一些比较核心的玩法，如果说你有什么还不太懂的，你直接在群里面问我啊，我在群里面告诉你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个外面比较主流的一个玩法，就是一个困件。困件的话，只要你弄得好的话，基本上各大平台基本上都是能过的，只是看自己怎么样去剪辑。那么今天给大家教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当一个视频的困件。那么我们现在先点开这个视频先看一下啊，我们先拿这个看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原素材啊。轻松挖孔的药丸瓶，苹果还把这个看到没有玩出了花，采用全新 A16 处理器和4000这是个原素材，我们直接用它来剪辑一下。那么困件的意思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把它分割成多段，重新组合，重新匹配。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实操啊。我们借用的是这个工具，我们先加载这个视频。我们找到这个视频，然后加进来，然后呢，右键这里面有这个独立功能，然后可以直接给它分割一下啊，直接分割一下。我这里的话就给它新建一个文件夹吧，分建一个文件夹，我写一个一啊。我这个是教的比较简单的啊，我先把它分割一下，可以平均每个视频分割成多少片多少片，这个自己选择，也可以按秒数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可以自己去选啊。然后视频按多少或者按场景，
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平均分割成十片吧，或者视频按每秒多少个分割，按三秒、四秒也可以的啊。然后呢，这里面可以自己选择，可以选择无损分割，也可以选择输出到独立文件夹啊。我这里做单个视频就不选择这个了啊。这里呢，如果是想消除原因，就直接消除原因就好了。我要添加一下这个线啊，因为要不然它那里是点不了的啊。一，确定。然后右键独立功能分割，然后直接点开始就好了啊。看到没有，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看到没有，刚刚那一个视频已经平均分割成了五份啊。然后我们点开看一下，它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没有声音的？我们再看一看。那么这个声音那怎么弄呢？我在这里面新建一个啊，新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是搞音频的，比如说第二个。好，记得啊，小伙伴，你们弄的时候，这里面先把这个文件夹先输进去，等一下你弄了这个的话，它弄不了的，它还是要你换回来。好，我输入文件夹第二。我这里面呢其实是可以提取音频的啊，提取音频。看到没有，这里有自己想要的格式，直接点开始就行了。我这里给大家只是演示的是这个音频。如果说大家想要做得更好，想要把这个原创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比如这个苹果14 Plus 啊，找到这个手机，可以在某多多啊或者某东啊里面去找到这个好评啊，然后直接把那个文字复制出来。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软件呢，可以直接在这里面点一下配音，把我们找到那个文字直接放在这里面，直接生成，知道吧？直接生成这个语音，然后呢把这个语音替换掉，等一下合并了就行了，能理解吗？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视频重新打乱，重新组合，配上我们重新的这个声音，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视频。那么我们现在试一下，我为了方便，我用的是原音啊，用的是原音啊。我这里再新建一个文件夹，第三个啊，记住啊，这里先打第三啊，先把这个文件夹先装进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背景音，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背景音，然后我们先找到这个文件夹第二。确认，然后呢这里面可以自己去设置啊，这里可以自己去设置，包括这个声音的大小啊这些。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清空啊，因为我们刚刚的这个视频不是生成在这里面嘛，我们可以直接合并文件夹合并。看到没有，这个第一个啊，找到第一个啊，确认。然后呢这里可以看到啊，它有子文件夹合成单一个视频，或者每个文件夹抽取一个视频组合。今天我教的只是一个单个视频的，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子文件夹合成单个视频。记住，这里选择一个随机就行了，随机啊。这里面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看某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做的某东的，它是不低于15秒，那我们直接打个15秒，当然我们打到17秒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这里有这个无损合并，无损合并它就是直接合并。如果说你想要转场效果，那你就选择转场效果了。转场效果这里面有很多，这里面你可以随机选择，随机选择，你看到没有，都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啊。好，我们确定我们用的是这个啊，这个时间时长也可以自己选择。好，我们就直接合并啊，开始。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它这里是还是没有声音了，等一下我们要重新把那个声音加一下。因为这里面的和这一页和这一面是没有共同存在的哦。就是说它是分开独立的，刚刚我这里右键的时候你们应该也看到了，这里是属于独立的。那我们再重新添加，我们在这个文件夹第三桌面第三打开进来。我们这里再新建啊，就放到文件夹3也行啊，然后呢直接开始处理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里添加了啊。当然如果说我们要这个分辨率，你说要竖版的，竖版的7800180，如果是横版的自己选择，横版的自己点一下就行了啊。这里抽帧啊这些自己可以去调，按自己的需求去调。我直接点开始处理啊，已经开始在分段处理了啊，看到没有，它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它的声音还是它的声音，但是它的视频这个顺序已经打乱了，而且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东西。这个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原创了，也不能说是原创吧，这是伪原创。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直接用这个演员去水印，如果说重新配上我们的声音，这个算一个加入了我们自己灵感的这个Queen Jet原创。目前的话，这个方法很多小伙伴在用，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下一期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多个视频Queen Jet，那一个方法更加的好。好，这期到这里面。我们回到上一期，现在讲解一下这个Queen Jet，多个视频来Queen Jet。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素材，依然是上面的那一批素材啊。这里面有四个视频，有四个视频，我们简单来浏览一下。看到没有，每一个都是正常的视频哦，大概是十几秒15秒左右吧。我们现在把它逗号的Queen Jet一下，直接进入实操。那么我们打开这个我们先把它找到这个视频先。刚刚是在新建文件夹3，然后把这四个拉进来。拉进来后呢，我们先找到我们比如说等一下Queen Jet完的视频放到第一个放到第一个文件夹，我们确定。然后右键呢，这里有一个独立功能，先把它分割一下。分割一下，这里其实分割合并这些都可以啊，我们直接分割。分割的话，比如说平均每三秒分割一下也是可以的。我给大家讲大一点吧，达到6秒。然后呢，这里面很多选择，按自己的要求去啊，按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每个视频平均分割啊，视频多少秒多少秒随机分割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这里面我要讲解一下，这个可以输入到独立文件夹，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四个视频，每一个视频可以装在每一个文件夹里面。如果说你这里不打勾的话，等一下它这四个视频全部是装在一起的，全部是装在这个文件夹一里面的。你打上勾之后呢，你这四个视频它就四个文件夹我给大家演示方便，我就直接用这个打一个勾但是大家呢可以两个方法都可以试，其实它的效果都差不多的。这里呢可以去除音质，无损分割都可以。我一般比较喜欢去除音质因为去除音质我们重新配的话，这个对我们原创度是更高的。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直接点开始就好了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打开这个文件夹这里是一个视频，看到没有，一个视频它这里是分割了两个，因为我弄的是一秒嘛，然后看到没有，它这里有四个，是不是四个，这个就长一点，它就三个视频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也是三个视频。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关了。现在我们下一步呢是要把它合并这个声音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声音我刚刚上一期讲过是用我们的声音去合并去生成。那么呢因为上期我是没有讲解，这期我就讲详细一点吧。我们直接用这个功能然后这个配音工具我这里捏贴了，我刚刚在那个某个平台上找了一下这个好评稍等一下好，看到没有，我是帅帅的爽爽，今天讲解这个Queen Jet，然后我们直接生成。当然这里声音这些女生这些都可以去调，包括这个声音增大音量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直接来试听一下，播放配音。我是帅帅的闯闯，今天娇娇讲解混剪。看到没有，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温柔这个主播的话自己去选择然后录好之后直接点下载就好了。我为了演示方便，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等一下我直接加进来就好了。好，现在我们已经分割完成已经分割完成，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合并它。合并的时候合到文件夹二吧，文件夹二确定。
然后呢，我们要清空这个啊，要清空。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直接右键可以直接文件夹合并，也可以像刚刚那样子加了那个再合并都可以的啊。我们刚刚是做好是在文件夹第一个确定。然后呢，这里面上集我讲的是子文件夹合成单个视频啊，现在呢，因为是四个视频，我就建议是每个文件夹抽取一个视频组合。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抽一个视频，这个抽一个视，这个抽一个，然后组合成新的视频。那么呢，这个就上集所讲的，我建议是用随机的，然后生成这个长度不低15秒，当然我写17秒也是可以的。转场效果，这个转场效果有什么效果呢？就是你们在剪映里面所看见的那些，就是加的那些特效啊，我们再看一下啊，比如横向打开啊，它这里面有演示的，平滑向左啊等等，这些特别特别多，都是随机的啊，自己去选择。我是直接选择随机啊，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我看一下合并到文件夹第二，好，开始。其实这个处理还是很快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我们采集这个视频啊是越多啊，其实困减下来的效果是越好的。好，现在已经弄好了，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看到没有，它这里已经做成了五个视频，我们打开看一下，都是没声音的啊。它这是一个视频抽取的，另外一个视频你看是不是都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是有点长，因为我打的是6秒嘛，大家可以去选择3秒啊，甚至2秒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它每一个视频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看自己怎么去选择。我建议呢，大家加多一点视频，我只给大家演示方便而已啊，只是演示方便而已。那么这个视频已经合并完成了，那我们就直接给它配下音就完成了。我们打开下载视频文件夹第二啊，也可以这样子直接拉一下就行了啊，全部。然后呢，这个是配音，可以配比如说文件夹第二也是配到文件夹第二这个声音。如果说大家这个视频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多配一点音啊，多配一点音放在这里面，让它随机去选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随机去选择。那么我把它装到文件夹第三，好，我现在开始处理啊。现在是把这个就是加这个背景音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前面的自己去选择，你也可以加上水印啊，比如说闯闯啊，很帅啊，这些都可以的，画中画自己去选择，随机选择。当我们这个基数越大的时候，当我们原视频基数越大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消肿效果是越好的。如果说大家过某一个平台，比如说某东啊，我们过不去的时候，那怎么弄呢？那我们就加多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元素，我们可以去外网，某音啊、某所啊等等去采集到这些素材，甚至自己拍一些素材，全部加进来，然后混剪合并。这样子的话，我们是80%以上了，都是我们的原创了。这个你找谁说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安全下车。看到没有？是不是？我是帅帅的闯闯，是不是？你看每一个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安全下车。是不是？哦，听到闯闯的声音，应该要把它的搞大一点。好，这一期呢就演示到这里面。还是重复刚刚的一句话，当我们的基数越大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频的原创度是越高。如果我们是多个视频的话，我建议这个背景音多配一点，多配一点，让它随机的去选择。我是闯闯，有什么不懂呢你告诉我，可以的话我都可以把视频做出来，一定要把你们教会。希望双十一双十二你们有收获啊。上期视频出来之后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比较详细的这个关于选品的。这个为什么说详细呢？因为这些东西没办法去适应每一个人，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还是有小伙伴说，闯闯老师你能不能再分享一下。那么我上期讲过啊，如果说热销好的又是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拖鞋啊、杯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又比较可爱的，那么你发上去可能很容易就出单。如果你是新手，你说哎，我坚持了很久我见不到这些收益，你们能给我一点信心，那么你们可以试着去发一些这些。
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觉得我这个月收入比较少，我想搞一些佣金高一点的，那么就可以找一些那些大件的东西，比如说大空调啊、大冰箱啊，或者去找一些那些比较冷门的那些东西高用的，就看自己去选择，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小单价低的往往出的单就是比较快，东西大的大空调大冰箱，那你一家人往往就能买那么一个，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比较聪明，他说哎，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因为双十一的它折扣大，肯定好多小伙伴准备买这个折扣大的，那么折扣大的如果说是平常的一双拖鞋，你也不可能举到省个几百甚至上千块钱，其实这时候是最好做的。那么呢，如果说你想赚的钱多一点呢，赚的米多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去多发一点这个大单价的，你不要问太多的为什么。我给你说，我们群里面小伙伴，你看出了这东西，香奈儿包啊这些，随便动不动的大几百啊上千的，还有那些大家居啊，还有一些那个小车的一些啥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就没办法给大家细说了，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做。那么有些小伙伴说，哎呀，创创老师，为什么你们的找的那些东西啊，这佣金怎么都那么高呢？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我群里面的小伙伴都是用借助了某些软件来过滤这些佣金，如果说你们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一个个去找，直接在那个京东内容助手那选品里面一个个去看，金粉里面去看也可以。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你找到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洗发水，比如是什么牌子，那你直接搜索这个牌子，你一个个去找，一个个去对，一定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佣金高的。当然我还是有个小建议，洗发水这些东西你没必要去找了，你觉得差不多就放上去就行了，但是一些大一点的东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发一点心思，因为这个佣金多的话，佣金高的话，很多单位去推这种东西，很容易产生爆款的。当这一个产品因为有了你的参与成了爆款的时候，其实你的收入是最丰富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越是碰到这个大节啊，比如说618，现在即将来临的双十一、双十二、年货节，越是碰到这些大型的这种购物节啊，京东视频这个审核规则啊越来越严。其实也不单单是京东视频啊，其他的那些视频也是一样，抖音啊或者快手的这些博主啊，我们是有关注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他们碰到这样的时候，他们的视频上传数量也会少很多。为什么？因为一旦碰到这样的节假日啊，他这个审核机制会严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第一个呢，我们消费者来说，一旦碰到这些购物节啊，这些商品的活动力度啊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购物的狂欢节，对于平台来说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考验，不单单是一个人流量暴涨的问题，还有一个呢，视频啊、商品啊这些都要从严的审核，避免出现这些差落。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从严，宁愿去错杀也不要去放过，免得对自己平台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这个视频突然又增多，商品商家又增多，那么商品商家又增多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有一些招更多的临时工，甚至一些是外包。那么外包的时候，其实你认真的去培训，你可能会要一定的时间，你不如关注对他说超过多少的重复率，直接咔咔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视频是特别特别严，那么严到什么程度呢？目前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啊，自己拍的原创都过不去，说的是什么涉嫌镜头抖动啊等等。当然呢，群里面的小伙伴遇到的问题，包括你们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我也遇到了。我之前发了一批原创的，我是拉这个通过率的，我发了十几个，其实有一半是没有过去。我看了一下，是涉嫌镜头抖动啊，涉嫌搬运啊。其实这些方法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经过我们的测试，只要不是说涉嫌搬运啊，我说的涉嫌搬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把那个商家的那些达人的 ID 号都发出来了，那么这种其实你是没啥挽留的，这种东西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行了。其他的问题，像这些镜头抖动啊，标题不通创啊，甚至是那种疑似洗稿，
其实你重新提交一下是有机会过的，你只要换一个这个审核人员，你重新提交一下，换一个审核人员，他就有可能给你过。当然呢，你要是重新提交之后他不过，你再可以提交一下。当然三次不过的话，那肯定是你视频确确实实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你就没啥好说了，你直接把它删掉。然后呢，我另外给大家提一个醒了，如果说自己原创拍的时候，建议就像我此时此刻一样，就是用一个这个支架这样子来拍，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涉嫌这个镜头的抖动，这样子能够非常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这个。另外我要说一下的是啊，在座的小伙伴，另外我要说一下的是啊，小伙伴们在拍摄这个自己的原创视频的时候，最好像我此时此刻一样，用一个这个支架，然后再拿着这个产品这样子拍，其实这样子拍的话就极大的避免了这个镜头抖动的一个情况。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镜头不抖动的话，看着这个产品会更加的清晰。你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肯定会遇得到，当然我们遇到的我们群里面一些小伙伴都会遇得到。当然大家也不要去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我现在才出这个视频，因为呢你们所遇到这些问题我肯定也会遇得到，因为我也有在做。如果说我没有遇到，那么群里面小伙伴也肯定会遇得到了。当然这些问题我一般都是在群里面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解决，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视频会稍微有些邂逅啊，但是呢我确实有点忙。只要是你们遇到这些问题，我知道的我都会尽量的帮你们解决。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困扰到你们的，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言，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去解决。有些小伙伴说，哎，这个素材去哪里找啊，自己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东西拍哦。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做过测试，一个男生的一个家里面，正常的话哦，一个家里面100样东西是怎么样都有的啊。如果是女生的话大概是150多样东西啊，当然有些那个家境好一点的可能这个产品啊更加的多，我说的是最普通的这些。但是还是有些小伙伴说，哎，原创我不会拍，那这个素材我们去哪里找呢？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当然最好的方法无非就是同行啊，同行。这个咱们一个个说，第一个呢我们先说一下外面主流的这个平台，目前的话某音应该是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网站啊，然后呢过来是某手，其实还有一个平台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一个 B 站，只是那个视频呢它是更多是趋向于这个韩版，只是说我们在做金融视频的时候，韩版的视频它的流量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好，当然呢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去做。其实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啊，越是没人玩的你去玩可能是效果是越好的，因为韩版的视频吧你就把它弄下来，然后你给它换成素版的，因为韩版的很多人你和我一样，哎，都觉得韩版的啊，我不好，我不要。然后呢，你就把它弄下来，然后你再把它变成这个素版的，那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网站啊，特别是它的同行，比如说某多啊，或者说某美啊，或者什么易购啊等等，其实特别特别的多。视频质量最好的，可能就是同行的这些视频啊，大家。我在这里没办法说的太多，因为群里面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些东西我都讲得很详细。如果说你还是想知道一些比较那个精髓的东西，那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告诉你。还有小伙伴问我说，闯闯老师，我这个很多视频过去怎么办？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说。第一个呢，你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啊这些，你其实重新提交一下。如果说不想麻烦的话，你自己去找到这个视频的原视频啊，在抖动的那个部分给它稍微剪辑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标题，如果说标题不合适的话，那你自己按照它的要求去改一下。那么疑似洗稿这些呢，你要看清楚是哪些问题，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可以加一些这个点关注啊这些的一个小小的一些贴纸，你去试着去弄一下。如果说是那种涉嫌搬运，然后把那个打量 ID 号都弄出来了，这种是没啥用的，没啥补救的方法，你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那么呢，如果说你很多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去快点去拍一些这个原创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先拉一拉，因为只有你的通过率上来了，你这个号才是安全的。那么还有一些小伙伴说，那闯闯老师，你只告诉我这个解决方法，我们下次去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些东西呢？那么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干货，包括我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些剪辑的，其实我都讲得很详细。
包括哪一个参数它是有什么作用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么如何找到合情合理的参数呢？我给大家一个最最直接的方法，就直接在京东的逛那里面去找，看看别人的那个视频他们加了什么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的时候，第一个呢，你找的话不要找几十个视频的同样是这么一个人脸的，那么这种就是原创的，他都是原创的，他肯定是没加什么东西，就算他加了那也没用啊，毕竟是别人原创了，对不对？你要去找那种十几个视频他都是不同的人脸，不同的这个产品的讲解，然后你去看一看他们那个他加了什么，是不是加了特效啊，是不是加了贴纸啊等等。往往你要看最吸引期的，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一个视频看不懂，那你就多找几个视频，总有一些你合适的。而且我很直白的告诉大家，你在那里看到的很多都是我们群里面的，你去看一看，去学学，肯定对你有帮助的。有些小伙伴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为什么有些老师教他们做的是这个视频啊，要垂直，为什么我说的都是大杂烩，而且我群里面很多小伙伴也是大杂烩，就是每个评论的话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其实我想说两个都是正确的。第一，你专业的话肯定是垂直最好，比如说你做家电，你一直做着家电，那么你出单的效果可能会相比大杂烩肯定会更好，也会更显示得出你的专业。但是呢，我们实测过，为什么我们是大杂烩，因为我们实测过，不单单我自己，包括群里面小伙伴也在实测。其实京东的流量最好的就是跟随活动的，京东跟随活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可能今天是超级家电节，明几天或者过几天那么就是超级母婴节等等。那么呢，如果说你跟随到了京东的这波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它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流量。你要是想做的专业一点，那么我建议你做垂直。如果说你想跟随这个流量，那么你可以搞一个大杂烩。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你要是号多的话，你自己可以做几个垂直的号，然后有一些号呢是跟随京东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是两不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建议。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啊，我出个视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非常让我难过的一个消息，一位外卖的小哥，他送餐的途中感染了这个肺炎的阳性了，然后调查他的这个行踪轨迹啊，看见他从早上送餐送到晚上，他只在早上的时候吃了那么一个早餐。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最底层的那些小伙伴。然后我看到好些评论在说啊，这个多么勤劳啊，多么勤快！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歌颂任何的苦难，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我们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但是我们很多人没办法去摆脱这种情况，只是说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去做这些东西，没办法，知道不？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工厂里面搞个技术。你又没有，你去工厂里面做个管理，你啥东西都没有，是不是？你去工厂里面做个普工，可能你又觉得哦，家里面要照顾，你又想离家近，又想时间自由一点，那么我们只有去做这些，但是这些的收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仅仅够生活的温饱。曾经我和大家都是一样，都是在最底层的路上一直在走。其实想说这条路真的走得很累，真的很累的。然后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下我群里面的信息，因为我们群里面主要是做视频带货这一块的，好些小伙伴一个号一天就是双十一这一天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在我群里面比比皆是，但是对比那个外卖小哥其实差距特别特别的大。我很庆幸你们能看到我这个视频，也很庆幸当你们关注了我这个视频之后呢，平台会推荐更多与我们类似比我优秀的这些知识输出的博主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输出知识的时候，总有一些是你们还没有了解到的。
当你没有了解到的东西，你去学习去吸收之后，你要知道世界上永远永远都存在着这个知识差。你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你去做了，你简单的去尝试，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好像值得自己去做，坚持一下，往往你去坚持去做了，总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惊喜，特别是互联网的平台。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啊，互联网应该是普通人翻身最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它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多技术的堡垒，所以的话不单单是视频带货，包括二手的置换呀，比如说某鱼啦，包括某些平台的拉新啊等等等等，很多自己可以去多看看其他博主的这些视频，多去了解一下，多去学习一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坚持去做。相信我，虽然说给予不了你一夜暴富，但是至少你的生活的柴米油盐，这些肯定能够给你惊喜的。我看到我的视频下面有留言说，闯闯老师，你们获取视频素材的方法 落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购物平台里面去寻找那些买家秀的素材。其实我想说，这位小伙伴真的非常的优秀，他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做，只是我有的时候啊，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直接讲的，我是没有任何草稿的，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我要说一下那个方法，我们一直也在做。其实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贵在真实。因为很多买家啊，买完之后呢，把这个视频拍上去，弊端是啥？很多视频并不是非常的清晰，还有一个呢，它达不到我们这15秒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其实我们也采取这些素材拿来困剪，其实困剪的效果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再配上自己的声音，那么就是一个属于有自己的创作灵感的这个视频带货了。既然聊到了这里呢，那么再与大家分享一个干货的一个知识啊，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最大的视频素材网站是哪一个？对，没看错，就是中国的某音啊。其实竖版视频第二大的就是某手，横版的就是某站。其实这个呢，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视频平台，那么它的素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几乎每一秒这些平台都有新的视频素材上线。我相信如果说你去做过的话，你肯定搬过这里面的一些素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搬不过别人？明明上面的博主一分钟之前才发的，我现在搬下来，我怎么上传上去就传不上去呢？传上去就说涉嫌搬运了，什么个情况？那么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有黑科技。现在外面有一款软件，就是说上面的博主，比如说某音，他上一秒发了这个视频，下一秒就下载到了他们的电脑上。你去想嘛，你手工去搬，你慢慢的去等，慢慢的去找，你如何搬得过那些有黑科技的小伙伴呢？你如何搬得过他们呢？现在我群里面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用这些软件，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的是啊，我闯闯，我一直都是支持原创，我希望大家做这个视频带货的时候去原创，实在是不行的话就去困剪，加入属于自己的灵感，加入属于自己的创作思维思路去。搬运的话毕竟是一件不见得光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还是都尊重一下那个原创的作者。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关于京东视频这个权重的问题啊。之前我说过，京东视频其实是不用养号的，直接发视频就行了。但是你们看过我上几期的视频应该知道，最近京东视频审的特别特别严，原创视频都很多不过，要么就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要么就是涉嫌要言之有物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京东视频审核变得非常非常严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政策，我们要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下，我们要把号要养一下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发十几二十个原创视频先，至于怎么发这个原创视频，你们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那里讲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原创视频发上去，把通过率先怼在那里面，哪怕后面我们发的一些视频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比如说镜头抖动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么高的通过率在那里面，我们拉一拉我们的账号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只要是久不发视频的这些账号，如果说发三五个七八个这种视频连着不过的这种号，很容易三十天直接封三十天。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小伙伴很多被举报下线的，甚至还帮了某个电视台的主播，大美女主播，而且都收到了京东的电话，但是那个视频下架了也没啥影响。双十一的时候他那个号，就单单他那个号一天也是几个 W 啊，是不是？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原创视频先拍一拍，先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拉，你先不要去提这个东西权重不权重的，我们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账号养得稍微好一点。想了好久，觉得还是与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都知道双十一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购物节，也是我们视频带货从业者的最大的最好的赚取佣金的节日。目前我们群里面小伙伴收获都很多，我相信你看这个视频的你也是收获满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双十一已经过去了，哪一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最俊，然后佣金又是最好赚取佣金的呢？有些小伙伴会说是双十二。双十二怎么说呢？和六幺八差不多。双十二的话，因为冬天来了，很多人买这些厚一点的衣服，而且厚的衣服这些啊，它的佣金往往都是偏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双十二，其实是一个年货节。为什么呢？其实你们自己想一想也能够明白，年货节是什么，就是马上要快过年了。那么快过年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给村里面的小伙伴这些搞点好的印象，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主要是买一些什么东西呢？肯定是买贵一点的。那么大家呢一般是买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一些奢侈品了，比如说香奈儿啊，比如说很贵的那些手表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是架不住它单价高啊，而且相对冷门的东西那个佣金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群里面那个小伙伴有一个那个二手的白大翡丽98万多二手的，然后呢那个佣金比较高，有6个 W， 在双十一也是出单了。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年货节快来了，我们要准备好一些素材开始往上做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攻哪一块呢？就是攻那些单价高的。在京东这个平台，你不要说单价要多高多高，太高了会不会有人买了。我告诉你们啊，群里小伙伴98万的百达翡丽那个也出去了，有一个是200多 W 的那个百达翡丽也出去了，但是呢那个200多 W 的它那个佣金比较低，一个店也是2 W 多。但是呢你知道这种东西出一个单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多大的欣慰，对不对呀？我们只是发了一个视频而已。所以年货节快到了，大家加油去做，去做那些高佣的，然后又相对比较冷门的，然后那个单价又要高的那些，大家快点去发。我们在这一波赚到一点米，我们也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给自己过一个安心的好年。做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有认真去发这个视频的，可能就发现了啊，双十一之前到现在为止，京东视频的这个审核啊一直都很严很严。那么在双十一之前主要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出现的是排除事项搬运那个啊，就说自己原创视频很多都过不去，主要是涉嫌这个抖动。那么抖动呢，我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重新提交一下就好了。那么呢现在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小伙伴拍的原创视频大家都过不去，说的是要言之有物。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客服，客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要那么安安静静的，不要只拍外观，你要么就要有字幕，要么就有人声介绍，总之就不要给别人单纯的看一个东西，你要多切换一下镜头，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视频讲解的是什么。
那么呢，遇到这样的问题又是如何的去处理？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和那个镜头抖动的一样，你只要把这个视频重新提交一下就可以了。我曾经试过七八个视频，全部都是不是说全部啊，90%以上都说涉嫌这个言之无物啊，言之无物，找不到重点了。那么呢，我重新提交一下之后，下午他就给我审核了，全部都给我过了。那么这个群里面的小伙伴就非常清楚，因为这我发出去测试到结束，全部我在群里面都接近直播的形式啊。因为我们群里面呢是最纯粹的交流啊。当然在座的小伙伴，我希望大家发的一些视频啊，都是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视频一旦放出来，别人就知道你讲解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巧碰到这些涉嫌洗稿啊，涉嫌这个要言之有物啊，或者镜头抖动这些，大家可以试着去重新提交一下。如果说提交一次两次都还不够，那么肯定是视频质量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抛弃，然后赶快的去拍一些原创的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拉一拉，要不然自己的号就会有点危险。那么我还是重复一下，这个原创视频要怎么拍，就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视频，我是有一个固定的支架夹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就防止这个镜头抖动。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个产品，比如说现在我拿一个产品啊，你就这样子给他讲解，比如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你看外观时尚大气是不是，就这样子给大家讲解，把我们的通过率一拉，我们的权重提升一下，后面我们的号就安全了，那么这个米收的也是踏心实地的，对不对？好，大家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来回答。做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有认真去发这个视频的，可能就发现了啊，双十一之前到现在为止，京东视频的这个审核啊，一直都很严很严。那么在双十一之前主要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出现的是排除涉嫌搬运那个哦，就是说自己原创视频很多都过不去，主要是涉嫌这个抖动。那么抖动呢，我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重新提交一下就好了。那么呢现在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小伙伴拍的原创视频大家都过不去，说的是要言之有物。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客服，客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要那么安安静静的，不要只拍外观，你要么就要有字幕，要么就有人生介绍，总之就不要给别人单纯的看一个东西，你要多切换一下镜头，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视频讲解的是什么。那么呢遇到这样的问题又是如何的去处理，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和那个镜头抖动的一样，你只要把这个视频重新提交一下就可以了。我曾经试过七八个视频，全部都是不是说全部啊，90%以上都说涉嫌这个言之无物啊，言之无物，找不到重点了。那么呢我重新提交一下之后，下午他就给我审核了，全部都给我过了。那么这个群里面的小伙伴就非常清楚，因为这我发出去测试到结束，全部我在群里面都接近直播的形式啊。因为我们群里面呢是最纯粹的交流啊。当然在座的小伙伴，我希望大家发的一些视频啊，都是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视频一旦放出来，别人就知道你讲解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巧碰到这些涉嫌洗稿啊，涉嫌这个要言之有物啊，或者镜头抖动这些，大家可以试着去重新提交一下。如果说提交一次两次都还不够，那么肯定是视频质量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抛弃，然后赶快的去拍一些原创的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拉一拉，要不然自己的号就会有点危险。那么我还是重复一下，这个原创视频要怎么拍，就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视频，我是有一个固定的支架夹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就防止这个镜头抖动。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个产品，比如说现在我拿一个产品啊，你就这样子给他讲解，比如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你看外观时尚大气是不是，就这样子给大家讲解，把我们的通过率一拉，我们的权重提升一下，
后面我们的号就安全了，那么这个米收的也是踏心实地的，对不对？好，大家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来回答。想了好久，觉得还是与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都知道双十一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购物节，也是我们食品带货从业者的最大的最好的赚取佣金的节日。目前我们群里面小伙伴收获都很多，我相信你看这个视频的你也是收获满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双十一已经过去了，哪一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最俊，然后佣金又是最好赚取佣金的呢？有些小伙伴会说是双十二。双十二怎么说呢？和618差不多。双十二的话，因为冬天来了，很多人买这些厚一点的衣服，而且厚的衣服这些啊，它的佣金往往都是偏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双十二，其实是一个年货节。为什么呢？其实你们自己想一想也能够明白，年货节是什么，就是马上要快过年了。那么快过年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给村里面的小伙伴这些搞点好的印象，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主要是买一些东西，买一些什么东西呢？肯定是买贵一点的。那么大家呢一般是买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一些奢侈品的，比如说香奈儿啊，比如说很贵的那些手表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是架不住它单价高啊，而且相对冷门的东西那个佣金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群里面那个小伙伴有一个那个二手的百达翡丽98万多二手的，然后呢那个佣金比较高，有6个 W 在双十一也是出单了。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年货节快来了，我们要准备好一些素材开始往上做了。那么我们主要是供哪一块呢？就是供那些单价高的。在京东这个平台，你不要说单价要多高多高，太高了会不会有人买了？我告诉你们啊，群里小伙伴98万的百达翡丽那个也出去了，有一个是200多 W 的那个百达翡丽也出去了，但是呢那个200多 W 的它那个佣金比较低，一个店也是2W 多。但是呢你知道这种东西出一个单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多大的欣慰，对不对呀？我们只是发了一个视频而已。所以年货节快到了，大家加油去做，去做那些高佣的，然后又相对比较冷门的，然后那个单价要高的那些，大家快点去发。我们在这一波赚到一点米，我们也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给自己过一个安心的好年。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关于京东视频这个权重的问题啊。之前我说过京东视频其实是不用养号的，直接发视频就行了。但是你们看过我上几期的视频应该知道，最近京东视频审的特别特别严，原创视频都很多不过，要么就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要么就是涉嫌要言之有物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京东视频审核变得非常非常严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政策，我们要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下，我们要把号要养一下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发10几20个原创视频先。至于怎么发这个原创视频，你们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那里讲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原创视频发上去，把通过率先怼在那里面，哪怕后面我们发的一些视频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比如说镜头抖动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么高的通过率在那里面，我们拉一拉，我们的账号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只要是久不发视频的这些账号，如果说发3、5个、7、8个这种视频连着不过的，这种号很容易30天啊，30天直接封30天。我们群里面还有些小伙伴，很多被举报下线的，甚至还搬了某个电视台的主播，大美女主播，而且都收到了京东的电话。但是那个视频下架了也没啥影响，双十一的时候他那个号就单单他那个号一天也是几个 W 啊，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原创视频先拍一拍，先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拉，你先不要去提这个东西权重不权重的，我们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账号养得稍微好一点。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常用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选品，选品的话这里面可以选择一些高佣的出来，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有热搜，然后热播、高佣等等，这里面有很多类目啊，可以自己选择。你看一下，这里是直接和这个京东内容助手是一样的啊，比如说家用电器吧，这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然后这里二级类目、三级类目，大家自己可以去选择，包括这里面关键词啊，比如说格力啊、美的啊，都可以添加上来。这个价格也可以选择，就看自己需求，比如说100块钱以上到多少钱。我重点说一下的是这个佣金比例，这个佣金比例你想要多少就可以达到多少，然后去设为条件来筛选。这个佣金的话，如果说我们打一个50的话，就是50到1000，然后直接打30吧，30到10000吧，就是说只要是超过30块钱以上的，超过10000以下的这些佣金，我们都能够筛选出来。好，我们直接点一下选品。好，我们直接再采集啊，这个因为这里给大家做演示而已，我们就不采那么多，等下采下来这里面就可以了。好，我现在暂停一下，这里很多类目大家自己去选择啊，包括这个佣金也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要50块钱到1000块钱以下的，都可以选择，这个功能特别的多，大家要去研究一下。好，我们右键然后全部选中，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渠道的，我们可以直接查询上线次数啊，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啊。这个是横版的，这个是竖版，看到没有？看自己的需求啊，直接来采集就行了。当我们采集到这个素材的时候，这里面是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商品这里面去，然后呢还可以复制这个商品的 ID， 复制商品的名称等等，这里特别特别的多的功能。我只简单的讲一下大家比较常用的啊。这里面有这个下载选中，这里面就是一些视频啊、图片啊，这是商家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商品来了，添加到商品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功能呢，对大家也是特别实用。当我们发的这些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右键全选，全部选中，直接点一下删除就 OK 了。然后呢，这里面是一个采集一些打量号的，这个打量号我是没有设时间。就是说哪怕你放100个、1000个打量都可以。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是一页到第一页，第一页第一页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大概这个意思。我这里设置了一个条件就是竖版的，其实你们喜欢横版就喜欢横版，视频时长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看自己的需求啊。然后我全部选中，然后呢直接挖掘一下，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我先把这个清空一下，大家就看得到这是一个竖版的啊，我们这里应该也采完了啊，已经采完了，采完了他自己把这个佣金这些全部都筛选出来。那么我要说一下这个功能，其实这里面可以大家排下去啊，可以比如说我要5个点以上的啊，或者我佣金我排下去，这个我们都可以选择。然后这里也说一下啊，这里面也是可以选择这个佣金的啊，比如说我因为我这边的位置不够，所以的话我还是共用了这同样的按钮啊。比如说我要4个点以上的，然后我直接在视频这里面直接右键，大家再看一下，这里功能特别特别多，大家去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些东西啊。我先过滤一下佣金不满意的，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前面的这个佣金就不达标，后面的达标，是不是佣金？然后我们右键直接下载选中视频，当然也可以添加到我的商品啊，然后下载选中视频 ，OK， 它就已经好了，看到没有？是不是4个点以上的都全部下来了？那么下的视频也是特别的快，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呼，特别特别的快。好，如果说需要封面这些，大家看这个自己来用啊。然后这个搜索这里放一些关键信息可以搜索出来，这导出视频就是大家有些公司啊这里用的，那就用这个功能也是挺不错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码，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名字，我就是闯闯。然后呢，勇闯天涯就是我取了我名字的一个字，把这个带上来，我觉得勇闯天涯还是挺不错的。现在我们是讲解了这个采集这一块，那么这个素材已经采好了，那么我们还配了什么东西呢？还配了这个剪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剪辑的话右键给大家看看，功能特别特别的多啊，
当然你看分割就是困简一些常用的，然后呢右键还有呢这个独立功能，大家可以看看特别特别多了啊，看大家的需求。当然如果说你们用上了这个，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弄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太保险，那我们这里还配了一个这个素材，这个剪辑的，刚刚那一个剪辑也是特别厉害的啊。这里面还有一些贴图啊，还有蒙材。我们采集完素材之后呢，我们再剪，已经剪辑完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上传。上传是我刚刚上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呢，大家需要多少个号，就直接打开浏览器，添加 Kiko， 那么就好了。如果说你这里是100个号，你这里打了100，我们这个都支持的。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可以挂一些标签，包括封面，这个佣金选择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直接看一下我这个，我们直接上传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哦，我这里，这么多，这是航版。我看一下竖版的，这是随便挑一个，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按摩椅，然后这个是自己一个商品，然后我们预览一下，大家应该知道，我这里是打的是家电的标签，家电使用技巧，还有懒人生活，是不是？我们看看是不是家电使用技巧、懒人生活等等，它会自己挂，只要我们挂上来就好了。那么这个发布呢，它无论是多少个号，哪怕你100个号都是可以一起发布。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发布了14个，它是这样子，比如说两个号它是一个跟一个，平均下来一个就7个这样子。我这里刚刚有一个是发布失败的，发布的时间大家是可以设定的哦。我这里设的是5秒到10秒，如果说你觉得太快了，你可以设慢一点，可以50秒到100秒，这个单位是秒。大家如果说嫌快的话，大家可以加一个数字，比如说50秒到110秒，这些都是可以的哦。然后呢，上传一个号和100个号其实时间是一样的。目前的话，从采集到发布，我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有什么不懂的你再问我。我是闯闯啊，好久没更新视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发现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我上了这个视频，我并不知道讲什么东西，而且我很多的问题，我基本上都在群里面处理了，你们不懂的，我直接在群里面说了，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上了这个视频，我真的不太清楚叫什么。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有些小伙伴通过我之前的视频找到我，然后和我语音聊了一下，我发现为什么他们与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同样是做这个视频带货，为什么他们的佣金区别特别特别的大？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可能是一天大几百的，上千的，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包括过万。但是以我打电话的这些小伙伴，往往都是一个月可能才几百块钱，可能才几十块钱。其实视频上传的都是差不多，直到后面我才知道了，很多小伙伴其实做这个视频带货第一步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伙伴直接是找到这个视频，然后去找到这个链接，给他直接挂上去，这个佣金呢就大致的看一下，或者是说随便刷一刷啊，看见哪一个可以，那就直接挂上去，也不去看销量，也不去看有没有佣金更高的，直接找到直接挂上去就行了。而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直接有那个软件一键代替啊，但这个我们先不谈。就是说选品的这一块，很多小伙伴第一步就已经错了。为什么呢？其实选品的分好几种了，有季节性啊、爆发性、正当性的这些。我给大家简单的教育一下选品这个呢。第一个呢，它的顺序肯定是爆发性。什么是爆发性的呢？比如说中秋节来了，那么你就发这个中秋节的，比如说月饼啊这些，能理解吗？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么画画、对联等等年画，这些是不是爆发性的？这种东西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周期很短，但是它一旦爆发的时候，它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做的时候排在第一位，这种是属于一种爆发性的。那么过来呢，它就是一个季节性的。季节性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之前的话，我给大家拍视频的时候都穿成半袖，现在看到没有，天冷了，穿成羽绒服了。那么这种羽绒服，这就属于季节性，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做。现在冬天来了，发一发羽绒服这些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正当性。正当性的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酒啊，中秋节的时候，那个白酒你是不是上上去，它是不是销量会好一点？但是呢，你过完节之后，它不可能说不卖吧，是不是？它还是有那么一波小高潮的，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也是要去做一下。当然前面说的是它有一点波动，我们要维持自己的账号的稳定，我们必须要发一种稳定性的一种商品。什么是稳定性的商品呢？
那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吃饭的锅碗瓢盆啊等等，这种一年四季它都用得上的。但是顺序的话就按我上面说的那个去做就好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到一些好的成绩，然后有什么不太懂的继续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上面这些呢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学一学。这些呢是经过群里面数千位群友啊实践出来的结果，也包括我们大量测试的，你好好的去学一学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哎呀我又不懂这东西，能不能有些比较实际点的，比如说终究它不可能只有月饼啊，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我告诉大家可以直接在京东逛里面去搜索啥，直接搜索月饼就行了。为什么呢？只要能够发布这个月饼的往往都能够跟随到这个趋势的，那你直接去看一下它这个发了什么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它发对联了，那你一看哇它都发对联了，那你跟着发就行了，懂吧？记住哦，我们发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爆发性的季节性的这些东西，最好最好要提前一个月。比如说现在马上就是年货节了，那你是不是要发一些那个单价高的佣金高的这些东西啊？因为很多人要回家孝敬爸妈，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去做，快点去做。还有呢，马上过年了，对联这些马上要怼上去啊，给客户一个好年，也给自己一个好年。相信我，也相信你，加油吧！我是闯闯啊。有些小伙伴找到我说：“闯闯老师，不得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原创的视频，原创的我实拍的这些视频，发上去京东视频里面，为什么都过不去？说什么涉嫌进了抖动，还有呢，很可笑吧？涉嫌搬运，涉嫌抄袭。其实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昨天的京东与今天的京东有着本质的区别。”你要是翻了我之前的视频，你们应该知道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做了我自己啊、哦、做了差不多1000多个视频才开始做的，我们做的很辛苦很累，那时候差点坚持不下来。但是今天不一样哦，像昨几天群里面的小伙伴发的，昨天发的视频今天就出单，而且还遇到那个大一点的单，一下子几百单，其实这些都很正常。昨天的京东他那个视频上线很容易，但他出单很难。今天的京东视频它是上线很难，但它出单的话很快，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呢，有些小伙伴在新号的时候一旦不注意他就坚持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视频上不去啊。所以今天我与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啊，新号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和京东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小伙伴有聊天，就说你这个号权重稍微高一点，就你之前的通过率很高的情况下，你后面有一些涉嫌搬运涉嫌抄袭的，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太过分了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新号他一上来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这个涉嫌搬运抄袭的，他往往就是封号，他会把你的号当作机器号处理。所以大家拍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呢，我给大家建议呢，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些原创视频。那么这个原创视频呢怎么去拍？第一个呢，就像你看我这个视频一样，镜头千万不要去抖动。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去搞搬运那些啊、哦、先拍一些原创视频，先保持这个镜头，搞个支架不要抖动。然后呢就拿一个产品简单的介绍一下，只要超过15秒就好了。比如说像我这个拿一个东西，你可以给这些小伙伴展示一下这个外观。如果说你不知道说什么，那比如说你找到这个商品啊，比如说某多多啊某东啊，可以去看一看他那些评论里面，他你认为他们说的比较好的，你把它读出来那就行了。主要的是讲解一下它这个性价比，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品，像这个小灯泡啊，我们可以拿来补下光，也可以去外面钓鱼的时候暂时应急一下，而且它的功能很多，你看这些是不是很多，还可以爆闪，非常好的。你可以挑一个东西着重的介绍，也可以你简单的一笔而过，你要多发一点视频。还有一个呢，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有些小伙伴自己的原创视频会涉嫌抄袭。其实我们也问过客服，我们也了解过
只要是一个视频相似度比如说超过86%啊这些，它可能就会判为抄袭。就是说我们同一个视频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环境的情况下啊，我不建议大家拍两三个视频以上。如果说你一定要拍，那像我一样，那你换一件衣服行不行？或者说拿个东西背景啊稍微这样的挡一下，或者说你这个位置你稍微换一换，转一个身这样的介绍，是不是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频，知道吧？其实同样的一个品你可以拍很多个视频，你拍十几个二十几个，只要你的背景不一样都可以的。那么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家里面的东西用的比较旧，我又想去外面拍些新的东西，有没有好的推荐？第一个呢，可以去超市里面，哇，超市里面东西够你们去选了吧，大把的多，可以自己去挑。还有一个呢，家电的比如说苏宁啊国美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拍。还有一个呢，如果说大家还是觉得那些东西人太多了，我不方便，我又不好意思，我的脸皮比较薄，那怎么搞呢？去跑去那个新华书店啊，那里的书啊，随便拿一本书都是一个视频，对不对？那你直接拍，然后你讲什么东西呢？那书上不是有简介吗？你会不会读？那你照着那个简介读就行了。你先把这个视频先拍一些，把这个权重拉一拉，你后面拍的视频哪怕是有一些涉嫌搬运的这些没关系的，都可以的。你的权重高了，什么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关于选品的这一个，然后马上又是年货节了，有些小伙伴又问我说，创刚老师，年货节你有没有好的推荐？那么我说一下啊，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双十一是我们视频带货的福利节了，过来是哪个，并不是今天的双十二，因为双十二很多小伙伴都是双十一已经买了嘛。其实双十二买的话无非就是衣服这些，但是衣服这些的它的那个佣金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并不这么高啊，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了，因为我看到群里面已经爆单了。但是呢，年货节我们一定要抓住，为什么呢？因为年货节啊，它没有双十一的流量那么大，但是呢，很多小伙伴要回家过年，很多的时候买的孝敬爸妈的这些都是那个单价高的，而且这种东西都属于相对比较冷门，它的佣金非常的高。比如哪些？比如说按摩椅这些，比如说高档的化妆品，为什么呢？因为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回家给别人看一下，显摆显摆，包括那些香奈儿包啊，知道吧？我要说一下这个化妆品哦，其实之前我是不清楚的，但是我看到群里面的吓我一跳，出个单，化妆品的单都是2000多以上啊，我真的我开了眼界啊，我没想到化妆品竟然就简单的一个四件套这些3万块钱，其实有钱的世界我们并不带动，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当下的就好了。还有呢，年画对联这些一定要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属于爆发性的，年谁都要过啊，拍一个视频有的时候几百单几千单这些都非常非常有可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上去。还有一个呢，年货节我们都要走亲戚，对不对？那么家里面一定要装扮的漂漂亮亮的。那么还有一些哪些是比较高的佣金呢？我个人认为首当其冲，有些小班是上不去的，为什么呢？一旦发了这个电视的这些视频，一旦开了机，它可能就有一些影视类的这些，它上线的时候它会提示你说没有这个版权，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就不要拍到关于这个影视类的这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像这个酒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辅助工具，我的这个小小的软件我看了一下啊，酒这些啊其实它的佣金特别特别的高，一定要去做。包括那些什么红酒，有些是20-30个点，那你自己想吧，一瓶好一点的红酒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哇，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做。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我们好好的去做，找到那些高佣的单价高的东西快点去做。你只要每天坚持的话，我不要求你多，你每天上传个30-50个上线的啊，到了过年哪怕你出一个单，因为我们查过比如说按摩椅基本上出一个单都是1700以上，去做吧。
相信我，哪怕你出一个单，你给自己的团圆饭上加一个大大的鸡腿，加一个大大的猪蹄子，那不也是很香的，对吧？昨天晚上我更新了视频，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我的微信，哇，好多好多信息，回都回不赢。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就是有个小伙伴问我说，创造老师，那按你这样说，是不是我直接在家里面拍原创视频就好了？我说一下啊，第一，一个男生的家里面正常是100多件东西是可以拍的，其实100多件东西的话，你要是拍个十几个视频，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量啊。一个女生家里面大概是150件商品左右啊，拍起来一个视频多拍几个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量，特别是女孩子的一些化妆品，这些都是非常好弄的，非常好拍的啊。但是我想要说一下的是啊，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那你原创拍肯定是最好的。当你视频拍得多，你这个级别上来了，到时候一些商家会主动找你的，会给你寄样品，你直接做成自己的达人，那样是最好的。但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其实没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第一，你没有别人专业，你不可能一上来你就直接拍原创，你就一下子取得很好的成绩。如果说你这样子做的话，可能会有点打击你的信心啊，除非你运气有点好，或者说你的专业功底够深。为什么我们群里面小伙伴的佣金有些高，而你们做的比较低？其实关键在于选品。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很多东西啊，包括锅碗瓢盆袜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的佣金很低的，给你2-3个点3-5个点，其实算下来也不见得多高，能理解吗？那为什么群里面的这些小伙伴的他的收益那么高呢？你看像这些按摩椅啊，一个按摩椅出的佣金基本都是1000多、2-3千，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他的单价高啊，1-2万、2-3万、3-5万。还有那个群里面小伙伴出的单是98万的那个百达翡丽，那个佣金有6万多。但是我们想要赚取这些高佣啊，我们又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弄？那你也不要去说白，我们可以去借鉴那些视频，借鉴他们优秀的视频，拿过来注入我们自己的灵感。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家里面拍的这些东西，你有足够的功底，或者说你认为你这运气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你拍一下这些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的要求没那么高，你想一个月赚个3-5千、7-8千的这些，那样也可以，自己去拍就行了。但是你想要像群里面小伙伴一样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去找一些那个佣金高的，还有那个单价高的。因为很多小伙伴啊，我相信家里面没有那些比较大件的东西，就是那些过万的那些商品，因为只有说过万以上的那些佣金赚起来才会比较爽。自己的原创也要去拍，别人优秀的视频也要学会去借鉴，只有这样子结合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自己发的视频爆单，爆到这个整个平台的产品都卖完，卖到脱销，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群里面的小伙伴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那时候我传了一个视频在平台上，然后群里面小伙伴直接在问我说，创造老师现在什么东西最热点最好做？那时候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说这个国家开放这些东西啊，口罩啊这些东西，包括消毒液啊，消毒的，还有那个喷雾的那种消毒的那种，肯定会好卖。然后群里面小伙伴已经再去做了，结果一做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这个产品哇发啦啦啦啦全部爆，爆了群里面小伙伴说，哇，因为他们是小白，他说这个平台靠不靠谱啊，这么多佣金会不会结果啊。还有他说，哎呀，这个产品怎么还不上线啊，快点多搞一点上线，好让我多出一点单，整个平台都卖断货了。但是后知后觉小伙伴现在去上传这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太妥了，现在上传这个口罩他要那个黄绳表了。所以群里面小伙伴，包括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在做视频大步的时候一定要跟随时事，看看哪些东西是社会需要的，我们就把它发上去就好了。
那么像现在有什么东西呢？我推荐的呢，比如说现在的话，电解水啊，还有那个电解粉，那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销量，平台的销量，其实它已经在暴增。这些东西我们后知后觉也是可以去做一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消毒的，就那种消毒的喷雾啊，装上那个酒精，噗噗噗这样子喷的，那种东西现在也是非常好卖，而且我们都可以去备一下。还有什么呢？最近比较火的还有那个水果罐头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的那些。但是呢，那个药品那些大家就不要去想了啊，因为这种东西平台管控的非常严格，我们也传不上去那些视频。但是呢，我们去看一看那个，不管是某音啊，或者某手啊，或者是新闻上去看一看那些热点的什么东西。我们做视频带货一定要有敏锐的眼睛，敏锐的视觉，看看哪些东西它未来会热点。当然你也可以加入你同行的圈子，如果说你做视频带货的，那你只要进入视频带货的这个圈子啊，比如像我们群里面一样的，什么东西潮流，只要群里面小伙伴一爆单，我们什么都应都清楚了。爆单爆到你怕，你想不想也有这样的体验？群里面的小伙伴已经有这样的体验了啊，怕什么了？他们毕竟是小白嘛，刚刚接触，他们说哇，出单出了这么多，这个佣金会不会不给我结啊？然后就挺担心的，担心啥？货都没了，整个平台的货都卖断了。那我告诉大家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上面的视频讲过，选品一定要会选品。之前与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其实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足球啊这些关联的这些产品啊，我们都一定要去发一下，去做一下。然后中国的这个口罩的原因已经开放，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最近什么脱销了吧？口罩，之前的小伙伴发口罩，现在平台都卖断货。你自己想一下，平台都卖断货，平台都卖脱销了，你自己想一下，群里面小伙伴他们出了多少个单？后知后觉的小伙伴现在去发，其实与他们相比差距太大太大了。第一个呢，现在口罩啊，他已经发不上去了，他要那个广审表。然后呢，就算你现在发上去了，其实很多平台优质的这个口罩其实都已经卖脱销了，卖断货了。这也是群里面小伙伴担心的，哎呀怎么还不上货啊，我要多出一点。还有那个电解水，矿泉水一样的那种，现在也已经脱销了。还有那个是水果罐头。其实你们只要去关注一下那些热点啊，不管你是某音啊，或者某手，或者新闻上去看一下，多去关注一下，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热点潮流的这些东西，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发什么上去。你只要抓住一波热点，我不要求你多，哪怕你就报一个品，我相信你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帮你实现。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跟随这个时事，跟随这个热点，看看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比较潮流或者非常潮流的，不要去犹豫，马上就去做。Hello， 大家，我是闯闯啊。好多小伙伴在传视频的时候，都是要么就是原创，自己拍自己发上去，要么就是直接搬运。但是有些小伙伴啊，他可能没那么懂，他发的视频超过十几个、二十多个，可能不小心最后就封了。这个呢，其实与你的视频的质量有着最本质的关系。那么我们和京东里面的一些朋友聊了一下，发现其实我们处理这些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它的权重。那么提高权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原创。那么原创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镜到底的这个方法，直接帮我们提升这个权重。那么我们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是尽量以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给大家实操实录，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够学得到一些东西。那么咱们直接开始。我们第一个呢，要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大宝呢，我们第一个呢先去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商品呢，我们直接是右键这里一个复制啊，这里一个复制链接啊，点一下复制链接，然后呢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啊，看到没有，这是京东内容助手，直接点一下这个选品，我们点一下这个放大镜，然后在这里面捏贴一下，捏贴，然后我们搜索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五个点了，五个点了，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先加进来，
看到没有，已经加进来了。那么当我们加进来这个商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最快的去发它，我建议大家直接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就好了。那么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的手啊比较稳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多小伙伴上传视频的时候是因为这个镜头抖动上不去，如果说你的这个手你觉得比较稳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拿着来拍，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拍，直接这样子对着拍就行了。我们只要讲解超过15秒，那么就是 OK 了。如果说你的手没有那么稳，没有那么就感觉的话，会常常抖动啊，就会造成这个视频抖动，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这个镜头，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这个支架来固定，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固定之后呢，我们自己这样子拍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给大家讲解的是最直接的，我就直接给大家拍两个视频。像我们这一个商品呢，同一个商品是可以拍无数个的。我经常的话就是一瓶大宝我可能拍了40-50个视频。我必须要与大家聊一下的是啊，一个视频上传的时候呢，背景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个背景啊，超过85%以上，它是可以判抄袭的，等于说自己抄袭了自己。我们拍同一个视频的时候，你拍多少个视频，我觉得都没啥的。但是呢，那个背景你一定要去改变一下，大家可以试着去换一下。如果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拍的话，如果说你说背景不好，我们可以拿个被子、拿个包子啊什么东西放在这里，或者我们换一个衣服直接这样子拍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直接实录实操啊，直接拍。那么呢，第一个呢，我们拿着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讲解的时候直接按着拍就行了啊。然后呢，讲解的时候手记得这个手机啊不要抖动，我们直接这样讲15秒就行了。那么讲你讲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讲这个产品的外观，可以讲这个产品的成分啊这些。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我们刚刚到手的这个大宝啊，你看一下，美观时尚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我们看一下这些成分啊，这些成分都是良心靠谱的啊，都是最天然的。好，看到没有，这个时间已经超过15秒啊，这个现在已经18秒了。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完成。我们刚刚到手了，然后我们直接点一下确定。这里面呢，大家记得啊，这里最好是超过8个字，刚刚上手的大宝好用推荐。这里面超过8个字就好了。这里面的主题标签呢，这里面就自己去选啊。正常的话是可以选3个，我给大家简单的就是直接选吧。啊，选了3个，简单选一下。然后这个题材随便选，但是我们更加喜欢的是这个产品展示啊。当然这个种草分享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关联商品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关联商品就行了，然后我们确定添加，我们就可以直接发布。当然我们这里面的我们都可以捏一贴一下，复制一下啊，我们直接发布就行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们下一个等它传完之后呢，我们直接再点一下这个又可以直接传。大家刚刚应该看到了我的背景是在这里面啊。